歌谣，一切成为了秋叶落文章。是我的 DJ 不够响吗？为什么震不动你的心？不要聊了，不要聊了，先上 DJ， 先上 DJ。黄先生，你不是说你很行吗？怎么今天还一个人过？干什么？一个人还不能过啦？我自己跟自己过。哇哦！谁能拒绝一位想带你回家的反派呢？